是由国际管理学士学位学程一年级所举办。国际博览会标题“万象”，取自音“万象”，意在诠释展馆内各国人文发展的万象。首先介绍与会贵宾：管理学院院长陈正穗陈院长。教务主任苏仁杰苏主任，赖怡智赖老师，蔡佳慧蔡老师，杨倩如杨老师，杜怡静杜老师。接下来，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管理学院院长陈正穗陈院长为我们上台致辞。我们斗六家商的主任，还有各位老师，我们斗六家商的各位同学，还有我们云科大博物馆的这个同学啊，还有各位这个贵宾们啊，大家午安。午安。我想啊，今天很高兴啊，这个看到我们斗六家商的主任还有老师们啊，带队啊来参观我们这样子的一年一度的这个叫做成果发表啊。我们成果发表其实在大学里面呢，我们一直常常讲说，教育到底应该怎么做。我们大概在高中的时候学习都是老师上课写黑板，要记下来啊，这一题要考试，对不对哈？然后就记下来，哎，回去赶快背啊，对不对哈？然后呢，考试真考出来了，答案 A 还是 B 还是 C， 对不对哈？这个是传统的教学的方式跟传统的学习的方式。但是呢，到了大学来以后啊，我们其实云科大一直在发展这样子的一个教学的方法，说到底应该怎么教才能够让同学们真的能够学习得到。其实学习这件事情说得容易，但是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同学是不是真学到了，或者说能不能有兴趣的去学习，其实真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尤其我们说我们是管理学院，所以我们在管理学院每一个系里面啊，管理学这一门课啊叫做必修课。所有管院我们有这个叫做六个系 OK 啊，我们大家都要上管理学的。那管理学怎么教呢？各位念过，大家是几年级的同学？三年级。那念过那个商业概论的，对不对？OK， 什么叫做管理知道吗？对不对？哎，这一题听说会考啊，对不对？什么叫管理？管理不知道啊，对不对？什么叫管理呢？不太懂。那我们说这样的一门课到底要怎么教才是好？所以我们呢，在设计上面呢，就让同学呢借由办活动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各位看啊，这样的一个活动其实跟企业的在做管理的概念是一模一样的。我怎么样子能够生产出，比如说这个叫音响，这音响的厂商怎么把这个音响做出来？我们不是说某某部门呢把它做出来，它就会做出来的，是不会的。所以一定是怎么样？一定有人经过设计规划的阶段，有人要去。这个叫做提供说这个应该用什么样的材质，应该用什么样子的原料，有人做过这样的规划，有人做过这样的一个设计，然后呢有人啊把机器设备，这个到底应该用什么设备才能够把它这个叫做制造出来组合起来，就是大家各自不同的分工的结果。所以各位啊，等一下看到我们今年大一同学们所呈现的这样的一个结果，你心里面要这样想，这个东西哦原来是没有的，那它怎么变得出来这个东西呢？怎么变出来的？
它显然一定经过了一段的这个叫做规划设计的这个过程。那其实这个就是一个什么？这就是一个管理的概念。今天要办这样的一个活动，办这样的一个活动，要搞多少的事情，协调多少的事情，那这个就是利用这样的一个活动来做这样的一个练习。这个活动要有一个叫做总招，那总招就是所谓的 manager， 对不对？我们说经理人啊，总经理啊，他要统筹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有人要当司仪啊， OK， 这个司仪做得好不好？好，要给他掌声一下啊，对不对？啊，哎，司仪他们说你不错啊，对不对？哎， OK， 所以这个叫什么？就我们要选择适当的人来当司仪，就找对最适合的人做最适当的事情，那这就是管理的概念。所以哦，我们就不再像高中高职的教育的方式、学习的方式，只看课本 ，OK， 然后怎么样子啊，就把它背起来的这样的概念。但是呢，这样的一个学习的过程，事后要做检讨。怎么做检讨？等一下各位看，肯定还会看到有一些叫做不够完美的地方。为什么不够完美？你是人在执行啊。企业为什么说你买的那个 iPhone 会有那个不良品，对不对？ iPhone 怎么可能有不良品？肯定还有不良品啊。你买的那个叫做什么什么什么法拉利的车，法拉利的车会不会有不良品？肯定也会有啊，只是比例的高低而已啊。所以为什么会出现不良品的概念，不良率的部分？那下一次怎么样子能够让它做得更好的这个概念？那这个就是什么？这就是管理的概念。所以各位来啊，今天很高兴大家来帮我们呢，这个一个很重要的忙，有各位的莅临，让他们呢有一个呈现他们的一个成果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各位呢，帮我来检验一下，他们到底啊哪里是做得好，哪里是做得还有改进的空间的地方。各位哦，这个尤其我们老师们，对不对？哈，也帮我们这个叫做指导一下，啊，那这个呢，让我们同学能够再更精进，那其实这个就是什么？这就达到管理的一个最真正的一个目标，其实就在这个地方。欢迎各位哦，其实大家我们都是好邻居 ，OK 啊，那非常欢迎大家改天有机会啊，真的能够到云科大来。啊，这个叫做务必一定要立志考进云科大，对不对？哈，有吗？有没有人做这种立志？有没有？有的赶快举手，现在就可以登记了，马上这个就啊，明年就进来了。哎呀，有没有？啊，今年呢？啊，今年已经考完了，不是吗？嘿 ，OK， 有没有人说要进来了？有没有？拢无哦，阿那都放弃啊，哈。啊，现在马上说有的就马上登记了，这个口试的时候就加五分加十分哦，啊，哦有了，现在有了，okay， 等一下记得来这个叫到后台登记一下哈 ，OK， 哎，要有自信，我相信大家其实都是非常优秀的啊，一定有很好的机会可以进到云林科技大学来。我想我们在去年获得这个美国 AACHP 的这个国际认证啊。这个认证其实全世界的15000个管理学院啊，只有5%的管理学院可以通过这个认证。那我们是台湾第10个学校通过的 ，OK。现在在我们后面呢又有2个学校通过认证的啊。那我们是中部地区唯一的国立大学，中部涵盖哪里你知道吗？从那个苗栗一直到嘉义，这个。当然包括南投，对不对？哈，就中部各县市啊，这个叫我们是唯一通过的国立大学。那这个部分呢，代表我们云科大其实这个叫做老师跟同学们，大家其实都非常努力啊。我们呢就希望能够把我们的这个教学的这样子的一个品质啊，真的能够确保，让我们的学生将来的竞争力啊，可以说是啊非常高。啊，在就业或升学上面呢、啊，都有很好的这个表现。我想我今天呢、啊，在这个开场呢，我就先
这个叫做讲这几句话啊，再次的欢迎大家，也希望大家呢再多给我们指导，好不好？谢谢大家，谢谢。谢谢陈建穗陈院长的努力。刚刚有一位贵宾莅临，让我们欢迎管理学指导老师陈湘君陈老师。蛮惊讶，我也要上台。那个棋子团队演练是在十几年前，是由我们陈真孙院长当时是担任气管系系主任的时候首创的。我当时来的时候还是菜菜鸟老师，那我们伟大的主任在当时就陈院长，他伙同系上几位资深老师，每一节课都陪我行前，然后上课，然后事后检讨开会，所以我就慢慢进入状况，才会有今日那个管理学院整个团队演练的基础。那我们国管同学其实很认真很努力在准备这个成果展，因为第一届第二届是一起举办，那当时一个班75个人，所以每一个小组有15个人，现在变成一个小组只有4-5个人，然后呢现在是历届以来最少的人，就说一个班的同学只剩下19位，那19位同学要办出跟过去一样规模的成果展，我想各位可以想象得到他们的付出要比过去还要多好几倍，所以他们是很认真。那当然呢，这个团队演练的成果展最重要是有一群很热心的助教在担任协助辅导，所有大小的细节他们都把他们宝贵的经验传承给学弟妹，所以这个活动等于是整个学程所有学长姐都一致力挺的活动，然后当然也是有师长力挺，尤其是经费方面都是院长帮我们打点，不然的话如果说没有主管没有老师们这么力挺的话，这个活动其实是不容易可以举办的，所以我在这边非常感谢院长，感谢所有学校的老师同仁们的力挺，然后当然也感谢所有助教群的协助辅导，然后更加感谢我们国管同学很争气，只有19个人还是办出跟过去一样的规模，谢谢谢谢。谢谢陈湘君陈老师的勉励，最后再次掌声谢谢所有与会贵宾。第五届国际博览会，主任帮我们致辞一下吧。我们掌声欢迎我们主任上台。院长老师，院长太客气了，非得上来讲一点话，因为今天我们是主要的观众嘛，哈、哦。那我们今天来的同学都是三管群的同学，有很希望他们都能够进到云科大来。那今天带他们来这边学习啊，希望用心的来学习，即使不是到云科大，以后你们到了大学还是会接触到管理学必修嘛，好、哦，所以。今天希望同学能够用一个最谦虚的心，然后多多的观察，好，用心的学习。那谢谢云科大给我们这个机会，谢谢。谢谢苏仁杰苏主任。最后再次掌声谢谢所有与会贵宾。第五届国际博览会万象正式开始。让我们用最热烈的尖叫声欢迎王牌主持群。耶、yeah! ！尖叫声！好，大家尖叫啊！尖叫！大家好，欢迎莅临第五届国际博览会。万象！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可爱兄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可爱咪，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可爱 K， 我们是新生代的全方位艺人，像我们这种买二送全部的艺人，哪里找其他我们的主持吧？我们是可爱兄弟。好，我们大家好，我们是GT。
的 G Rapper Green， 我是 G G 的 T Rapper Tom， 我们什么都不会，只会 RAP 尖叫声。哎，是说我们今天到这里要干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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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我来告诉你们，那万象包的四大主题：广告、传统工艺、极限运动和特殊竞赛。那每个主题都有它独特跟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那在看完这四个主题之后，我们就可以变得更可爱哦。变可爱要干嘛？我们是来学习知识的。没错，除了学习知识以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就是寻找我们的集章里。方法非常的简单，只要找到我们四大展位，一、二、三、四。然后遇到他们的关主，统统击败他们之后，就可以得到我们的集章礼哦！哇，那要去哪里才拿到这可爱的集章礼呢？别担心，在我们的出口，也就是你们正后方有服务处，如果你们集满四个章，就可以到后面去兑换你们的集章礼哦。那顺带一提，我们的化妆室就在我们的两侧出口向上就可以看到喽。再次感谢各位贵宾莅临今天的国宴盛会。以下呢有几点注意事项，要大家仔细聆听哦。第一点，请大家确认手上是否都有一份折页。折页举起来，折页。这是我们收集集章里最重要的工具哦。第二点，请注意你们身上随身的贵重物品。如果你们有身体不适的状况之下，可以往后看，那边会有我们的救护站，随时为你们 stand by 哦。好，那第三点，不要破坏展区内的作品，因为那是大家的心血结晶。那第四点呢？大家应该都有看到，你们的折页里面有四个可以盖章，有五个可以盖章的地方。那有四个地方呢，就是我们的四个展位。那只要你们集满四个章之后，到我们的服务处，然后盖我们的大会章，就可以兑换我们的集章礼喽。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一点，请大家在每个表演之后给予我们最热烈的掌声。我们还在等什么？赶快去寻找集章礼吧！拜拜！好，那么接下来即将迎接我们的第一个表演。第一个表演，那第一个表演的人很特别哦，跟我们这次活动能够成功举办息息相关。我猜看是谁？你都不给我一点提示，我怎么会知道是谁啊？哎，该不会是我最喜欢的五月天吧？是不是？你够了！告诉你，玩五月花的五月天，可以用你脑袋想吗？啊，不然那我给你一点提示好了。好，你想一想，六个月前是谁带领我们走入管理学的世界，帮我们修改展板，纠正我们错误的地方，一路陪我们走到现在？难道你是说那群一直疼爱着我们的助教们吗？哦，他们实在是像我们的家人一样。没错，现在让我们那种热烈掌声欢迎由助教所带的表演搭的 AF We Are Family， 掌声。Turn down for what?
那我们再次掌声热烈感谢我们的助教团当 A。我觉得超精彩的，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来一段 rap 吗？在 rap 之前，我今天还没有看过这么大的场面，我没有在这么大的场面主持过。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啊，好啦，够了啦，我觉得我们是不是来拍个照一下？好，那我们就来拍个照一下。那我们来个共同的口号好不好？我说来个自拍的时候，大家一起说，嘿我，把你们双手举起来，跟我一起念一次，来个自拍，嘿我。自拍，嘿我。好，要来了，那我们真的拍哦，真的拍哦，没有骗人哦。先从中间的开始，好不好？五六七八，来个自拍，嘿我。来，我们这边的朋友，这边的朋友，举起双手，来个自拍，嘿我。没有举双手，被我看到了。举双手，举双手。这边的朋友要举更高。五六七八，来个自拍，嘿我。够了够了够了，我们今天是 rapper。好，那我们就来一段，来一段，来一小段就好，一小段就好。那大家把双手借给我们哦，一起拍哦，五六七八。我喜欢自拍，拿着 iPhone 手机。我喜欢自拍，戴着无知面具。我喜欢自拍，跟着花在一起。我喜欢自拍，还有我的面具。来到万象，人才云集，让我们欢迎万象云集。
好，那接下来就很快的到我们的参展时间。那么在参展时间前面呢，我们先有请广告组来自我介绍吧。有请我们的广告组，来向大家介绍你们的展位吧。嗨，大家好，我们是 IC 广告组。你们的展位里面有什么特别东西啊？我们有各种各式各样的广告，例如说可口可乐、海泥根，或是一些病毒式广告、橱窗广告，各式各样的广告等你们来看哦。我最喜欢玩游戏了，那你们的游戏是什么啊？来了你就知道了。来了你就知道了，所以别忘了去我们的广告组参观哦。谢谢我们的广告组，谢谢。好，接下来呢就是我们参展时间，不过来参展之前有几项注意事项，大家要记得聆听哦。第一点，厕所化妆室就在左右两边出口，楼梯向上就可以看到哦。那第二点，假如你有身体不适的话，在入口处有救护站哦。第三点，请大家确认手上的折页是否遗失，如果不见的话，都可以去我们服务台拿哦。好，然后在我们参展时间的最后面，听到这个声音。就表示我们要回来，赶快回来展位前面看表演哦。没错，好，下来我们接下来呢，四点十分再见。耶！对哪一个展会特别有兴趣？